心与北市立委参选人们展现坚强努力，赖清德带头拍定妆照，小鸡们各出奇招。戴夫那只好可爱。许淑华把超萌猫咪抱进摄影棚，郑运鹏带来棒球手套，赖品妤抓着熊麻鸡，高嘉瑜活泼挥起加油棒，赖清德都来者不拒，配合度超高。不过欢乐气氛背后，独缺新北永和参选人庄明渊，因消遣陈子瑜拍照时间被延期，发言不妥或者是有说话不妥的地方，当然赖主席认为他应该要检讨，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思考。民进党联合作战抢先启动，但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公布，蔡总统施政满意度不满意度49%，比满意度42%多了7个百分点，就怕也成赖清德选战包袱。不过媒体人黄阳明引述另一份民调，发现有41.5%民众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，其中民进党支持者高达57%乐观其成，民众党40%乐见，国民党仅25%。所谓的网络上的深绿郭粉这个现象存在，对赖清德来讲，他的选情呢就真的可以躺着选哦。在野阵营不断的哦去分裂，这是民进党的胜利方程式。民进党是否能坐等渔翁得利，郭董成为牵动蓝绿白选情的一大变数？华视新闻站春李世健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